育跑图小知识一：我们每天上线要跑图的时候，可以看地图门口有没有先祖和红蜡烛，就可以知道当天的任务和大蜡烛地图在哪了。今天峡谷门口有先祖，我们进去看看，可以看到今天的峡谷有祭蜡。红蜡烛也一样。进去之后会看到有大蜡烛在大厅。二，陈斗进门后往左上飞。看到下面的坡飞下去。我们可以在这里蹲着下去，很快就到大蜡烛的位置了。再从这里蹲的就可以出去了。我们从陈斗进来要去预言山谷的路上，可以从这个坡坠下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经过一堆墙撞来撞去了。 Oh my god。 四，收完大蜡烛后往前走，在这个火盆的位置起飞，就可以很轻松到上面的洞口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